现在前往一间非常隐蔽的西藏版的法院。这也是在马来西亚非常罕见的一间法院，这也是以藏传佛法打造成的法院，里面全都是藏传佛教佛像，很多都没看过。藏传佛教又称藏语系佛教或俗称喇嘛教，是指传入中国西藏的佛教分支。属北传佛教与汉传佛教、南传佛教并称佛教三大地理体系，归属于大乘佛教之中，但以密宗传承为其主要特色。进来时候的路也只适合一辆车过，有遇到车时候需要闪躲。在前边有个小湖旁，可以拍到院里站着一尊药师佛在中间。后面的大佛又是另外一间佛寺。前面这佛殿是密宗毗沙门天王财神殿。这里也看到象神，这里是比较熟悉的弥勒佛、关公、济公、妈祖、观音。这行进去的周围有转经筒，每转一次就是念里面的经文一次。现在进去的是五方殿，这左右龙虎口是有开放时间的。这是由左行用右手转的法轮。
这里坐镇了三尊佛像。这里有间佛殿，准提佛母殿。在佛殿旁边有位将军。这里是厕所外面的风景。发现这眼睛站着什么位置都可以看到。这边是前往佛塔的路上，就是前面看到高高的药师佛那个。这四尊应该就是四大天王。这是西藏的上师喇嘛。这是上了一层，是这样的。站着的是十二生肖的佛像。这里转的是佛像，里面都是小小尊的佛像。这千手观音还蛮美的。
到达这里算是最顶楼这层，这也是最大尊的药师佛。药师佛背后还有一棵树，药师佛面向怡宝。这是佛院里的活动，在未赛节当天的。